以呢，因为时间关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直接请下一位，是赖和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周富仪。那不，大家可能有开始注意到我们前面会有人转圈圈，因为这有太多人要来跟大家就是来分享这件事情，或是来承诺是这件事情，或来跟大家介绍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如果时间到时候，我们就在前面讲转圈圈，然后请各位讲者就是注意一下时间。谢谢，不好意思。谢谢主持人。那非常现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和基金会执行长周富仪。那赖和基金会在彰化，那我们今天有一些彰化的朋友，唤醒彰化青年联盟朋友也有来到现场。那大家其实彰化年轻人在过去一个月，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在地的行动，包括大考那一天去考场发扇子，然后跟那个台中全霸这边合作，那希望可以让更多家长还有年轻朋友去关心撤销洗脑课纲这件事情。那其实这几天昨天发生事情，昨天知道林冠华同学他就是烧炭自杀之后，直到今天现在，包括现在我其实心情非常不知道该怎么说，甚至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上台讲这些话，因为做从事参与这样的运动，可是最后林冠华同学他是用身体为这场运动献祭，那这是我自己最不忍心跟最难过的地方。那可是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我看到同样有另外两个同学，他们也在用他们的身体在为撤销微调课纲做最后的努力。他们是许冠泽同学还有周子祥同学，这两位同学他们正在用他们的双脚换到苦行，然后让全国各地的民众去知道洗脑课纲这件事。那不同的年轻人用不同样的身体的方式去做反洗脑课纲。那我在许冠泽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我看到一段话，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我想这也是提醒我，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在林冠华用他的身体为这场运动做了最强烈的空腹之后，我们也要去想一想我们自己可以去做什么。那身为赖和基金会的执行长，我们基金会在长期推动台湾文学的教育。那有些朋友可能有听过赖和，是因为你们的课本里面有读过吉金青娜，那可是年长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更长辈没有听过，因为我们的课本包括我自己，我都没有在我们的教育课本里面去读到赖和。那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课程的落差，包括在这次微调课纲之后，甚至未来十二年国教课本里面还不再出现赖和或其他的本土作家，其实是需要我们更多人去关心的。那刚刚一直在谈说什么是教育，那我想可以谈一篇，就是赖和在送他自己的小孩去在上日本的公学校的时候，他去反省到底教育是什么。教育只是为了让我们学会赚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成为地位更高的人吗？还是说这个教育是让我们去反省到底我们眼前的生活跟人民的幸福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落差。那他在我的无聊的回忆这篇文章里面，他就写下一句话，时代的进步跟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回事。那怎么样让时代的往前走，让同时我们也让透过教育里面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打开，去看到土地还有底层的人民的处境，这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那这一次课纲微调的议题，因为我自己也本身也是就是我们老师有周婉瑶老师也是带着我们这些台大的研究生在研究课纲。那这个议题其实从更早以前就是101课纲，甚至最早马英九上台之后，郑瑞成部长宣布就是把98课纲废掉，其实原点就是从98课纲开始。那这一连串到现在整个八年来，马政府他们其实一直在把课纲透过程序不正义，还有透过非专家学者的角度去把这个课纲微调到现在大家今天看到的样子。甚至最受争议的就是本来101课纲里面已经够少台湾史的部分，那在这次微调里面，他又把更多意识形态，包括光复还有战后的美化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甚至还有就是加入一些对于历史事实的这些评价，包括像
慰安妇是被迫的。那其实课纲是一个概要的说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九八课纲的话，那是一套战后台湾教育史上是以受教者的立场，我们希望培养当代的高中生有适应当代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课纲是应该为受教者而写，而不是为了灌输谁的意识形态而写。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家可以去 Google 搜寻，那可以去思考到底我们要什么样的课纲。那这一次课纲微调的议题其实是让我自己我更深的感触是，难道我们的小孩或者是说更年轻的人未来要读这样子一套课纲吗？我的妹妹的小朋友已经可能再过3年就要上国小，那么可能未来是会被影响的洗脑课纲之后的12年国教的这一批的小孩。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做更多事情？就算8月1号如果真的吴思华他也是不愿意撤课纲，那未来的这条路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不是因为一时的这种气氛，而是还能够把这条路更长更远打下去？我觉得需要更多人来努力。那未来12年国教明年就要参网上，我刚才慧明老师已经有分析过很多，那希望大家在这样子的对于林冠华同学的我们痛惜他的逝去的这个悲愤之下，我们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期延长，我们可以去共同去监督未来12年国教在明年要仓皇上路，那是不是延续了现在洗脑课纲的所有的内容？那希望大家未来一起在努力。那我们基金会下个礼拜要去台东办赖合影，我们就是希望以课纲还有教育的议题为主题。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的位置上，不管是家长、年轻人、上班族，还有你是高中生、大学生，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课纲微调撤回。那大家可以一起关注12年国教。那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可以，好。